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看小马视频，我是小马。这次视频给大家介绍 HTML 五的文章标记。好的，我们马上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。今天一共有三个标记，首先呢是 main 标记，它呢标识着网页的主要内容的部分。接下来是 article 文章标记，它主要描述文章的内容。最后一个是 section 标记，它主要描述文章内容的区块。哦、啊，这个地方我加上一个文章，大家请稍等。 内容区块其实也可以，但是加上文章内容区块呢，可能相对比较好理解。好的，就是这样。下面咱们逐一看一下每个标记的使用方法。首先呢是 main 标记，它呢描述文章的主要内容，是 HTML 啊，是 HTML 五新增的标记，它在四里面是没有的。不好意思，这地方呢我忘写了五。 嗯，主要内容呢，咱们可以理解为是每个页面所独有的内容。比如说新闻网页的新闻内容，那仅仅是这个页面才有内容嘛，对不对？而页头、页脚、菜单栏等部分呢，则不属于页面的主要内容。好的，我们看一下 main 的使用方法。在 body 标记里面呢，有一个 main 标记，它的 r o 角色呢是 main，说明呢这是网页的主要内容区域。在 main 标记里面呢，有一个 article 标记，说明这个网页的内容呢是一篇文章。然后 在 article 标记里面，首先是 article 这个文章的标题 h1，在 h1 标题后面呢是这个文章的自然段 p，嗯，一篇文章有多个自然段，所以这个 p 部分呢，我可以把它拷贝多次。咱们看一下，好的，这个就是一篇有三个自然段和一个标题的文章，或者叫做网页的内容了。OK，接下来咱们看一下 article 标记。 article 标记呢，它表示网页内独立内容的区域，比如说咱们新闻网站的新闻正文的内容，比如说咱们自己的博客网站的博客正文的内容等等。我们呢来看一下 article 这个标记具体的使用方法，在这里呢为大家准备了一个 article 简单的例子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首先是一个 article 标记，它是所有标记的副标记，代表着这是一篇文章。接下来的 header 标记说明这是这篇文章的头部部分。 下面的 footer 呢，说明这是这篇文章的脚部部分。然后 p 部分呢，是这篇文章的正文。这些要素加起来呢，就构成了这篇文章的主要结构。嗯，这个呢就是 article 简单的使用方法。咱们再看一下下面的 section，它呢一般和 article 配合使用。咱们来看一下。 Session 呢，S S 它是表示文章中的段落部分，可以生成页面的轮廓 outline。嗯，可以根据页面内容的情况呢，把内容逻辑的分为几个具有层次感的区域。这个呢，其实是 SEO 工作的一部分。这样做呢，可以使搜索引擎的机器人更容易理解咱们网页的结构和内容，以便搜索引擎能够尽快的找到它。 好，咱们看一下 section 的使用方法。它呢一般和 article 标记配合使用，所以在这地方呢，我是两个标记全都用到了。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article，首先是有一个 h e a d 标记，在这个里面呢，咱们定义了一个 section 区域来说明这个区域显示的是文章的大标题 h1，就是这个地方。然后接下来呢是这篇文章各个的区块，每个区块里面呢又有自己的小标题和自己的自然段。大家请看，就是这个效果。 section 配上一个小标题，同时每个小标题之下呢是这个区块里面的自然段。好的，关于 section 的使用方法呢，这里面有一个小小的技巧，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。嗯，就是说 section 标记的第一个子标记一定要用 h 一到 h 六的小标题。大家请看这个地方，我 section 的第一个小标记是 h 二，是个小标题。这个 section 的第一个小标记 h 二也是个小标题。 头部部分的 section 的第一个标记也是 h 1也是一个小标题。这样的写法呢，便于搜索引擎的机器人去理解咱们的网页，以便于抓取咱们网页的内容。好，我们马上看一个实际的例子。这个例子呢，我是从网易财经的这个新闻网站上抓取下来的一篇新闻。咱们来看一下，首先是 main 区域来说明这是一个主要内容。接下来的 article 说明这是一篇文章。article 的 head、er、部分呢，就是说它的头部部分呢，首先是一个 section。 在 section 里面，首先用 h1 定义这篇新闻的标题，p 部分呢定义这篇新闻的发表时间。然后这篇新闻呢，其实有多个 section 组成。第一个 section 是最新行情，第二个 section 呢是概要，然后第三个 section 呢是监管层呵护市场，呃，估计是国家对护盘，股票涨了。第四个呢是机构观念等等等等。最后的 footer 部分呢，给出出处和原文的连接。 这个呢，就是一篇完整的文章。每个 section 部分呢，其实就是一个独立的内容区域，有自己的标题，有自己的内容。好，就这个网页呢，咱们运行看一下效果。大家请看，这就是一篇新闻网页的内容，有自己的标题、发表时间啊。我把它做一对应起来，可能看起来比较稍微的好理解一些。大家请稍等。 好的，咱们从上往下看，首先是一个文章，然后呢是这个 h e a d、er, 头部部分，大家看用这个蓝色线框起来这个地方，然后是这个 section 的区域，第一个呢 H 1就是这个文章的标题，沪指涨一点九七，然后呢 P 这个是发表时间，紧接着呢是最新行情，这个里面呢有一个标题，有一张图片，图片呢也是就这个 P 部分呃用于表示，接下来呢是这个概要部分，就是具体的文字描述内容，也是一个 section。 然后在 section 里面用 h2 定一个小标题概要，就是这个蓝色的部分。然后呢，这里面有三个自然段，分别表示各个的文字内容。这个呢，就是咱们网页的内容。其他的 section 部分呢，使用方法也是完全的一样，在这儿呢，我就不再多说了。然后这个页脚部分呢，标志出处和原文，这个呢和一般的网页写法也是完全一样，没有什么可说的。 好，以上呢就是我为大家准备的 HTML 五呢关于文章描述的内容，不知道大家呢听明白了没有？嗯，也欢迎大家呢留言和我一起讨论。嗯，今天的视频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观看，咱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